老铁们，身子吃完了，咱们来看看象拔蚌的肚子里面都有啥啊。哎呀妈呀，咱看看这一只1000多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。哎呀妈，这壳也太硬了吧。哎呀，这好像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呀。你们有没有吃过象拔蚌的呀，老铁们？知不知道这象拔蚌该怎么吃？这咋不对呀？哎呀，掰不开呀这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妈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你们看看。啊，这是个啥呀，这是夜明珠啊，这是。妈呀，这玩意能吃吗？这也不知道呀，这能不能吃。然后这有点像它的那个腮一样，闻着可腥呢。哎呦我的老天爷呀，有没有吃过的宝贝儿，评论区给小仙女评论出来，这身子到底该怎么吃啊？这怪贵的啊，这咱也不想浪费。吃过的宝给小仙女评论出来，一会儿下一个视频咱们把这个身子给它吃了它好不好？这应该不能吃刺身吧。